走。上次你商场杀我唔到，今次到我噶咯。 断正啦！你涉嫌严重伤害他人身体，同埋企图谋杀。唔好乱讲啊，Madam！我行过见到有人吊颈，我嚟救佢嘅啫。嗱，如果你真系咁想立功嘅话，我免费加两瓶。多谢，拉晒翻去。点啊，咩啊？收声，咪做。交你条命啊！ 陈祖尧，你要去医院验伤同埋落口供。我翻去查啲林就水得噶啦。系咪佢啊？佢想怼冧你？ 佢哋男人老狗，嘈两句打拳头交啫。江湖事江湖了，警察保到呢一次，保唔到你第二次。打咁话。 鬼条烂摊，够姜将你交俾无良，呢个手一定报啊！一阵咁揾兄弟劈佢，揾兄弟招呼埋佢老婆，佢老板啊！成晚个皮衣咁问，报仇咪得个讲字嘅，唔臭啊！入边鸡棚嚟啊，顶住先啦，我摊佢够劈啊！ 边个？系啊，快啲开门啦！心心，呢个叫小沈，呢个阿松，天水围收翻嚟啊！喂，两个叫人啦，祖哥啊！祖哥，头先讲嗰两个细路咧，喺嗰度啫嘛。 嘿嘿，阿哥。
呢一個咧有姑姑仔呢個咧就係大鬼個仔啊！喂，個靚妹咧？個靚妹送噶，佢哋放學手拖手，咪夾埋佢翻嚟咯。你打電話俾大鬼未？未喎。嗱，阿哥，你給我洗翻兩球嘢翻嚟，我諗淨係呢條靚仔啊，都夾到佢五球啦。你點夾佢翻嚟啊？回车！笛仔啊，谂到呢条桥，你听唔听到啊？我哥就话我哋条桥掂啊！打算屈佢几多啊？屈佢几多？佢有几多屈几多啦！当屈佢五球啊？点收好啊？屈五球，梗系收现金啦！去边度收？喺边度？边度收？边度收都唔紧要啦，最紧要收到啊嘛！佢哋话事嘅咩？我哋话事啊！我哋话边咪话边咯！你三个边个负责去收？你一定你，唔系你啊！讲咗系你噶嘛？你话你手车快，唔会俾人捉到啊嘛？如果人哋屋企人报警咧，你哋唔惊差人拉咩？我哋点会怕？出得嚟行，最紧要唔好惊。我当你真系收到五百，咁啲僆仔点啊？撕票，定系送佢翻屋企同佢老豆老母一家团聚啊？你哋知唔知？近呢十年嚟，香港绑架案嘅破案率系几多？喂，祖哥。我哋个计划天衣无缝，佢哋拉鬼到我哋咩？咪就系咯，咪即系冇讲嗱，我就有做资料搜集啊，差佬拉人咧，一系拉到，一系就拉唔到。咁咪即系好似开大细咁咯，50/50，一百。可以话俾你哋听，啲绑匪唔系死晒。就仲喺赤柱嗰度踎緊。今日啲绑匪渣啫。仲喺度懒叻，谂住呢度偏啊，冇人揾到你啊。我要写包单，你三日之内唔搬走，啲差佬一样揾到你。英国的朋友你们好， 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现在无论是透过网站或者是 TVB Anywhere Plus 的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精彩节目，记得支持我们的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还未是我们用户的朋友就快点 scan 这个 QR code 和我们的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。各位 APM 嘅观众大家好，我系有份演出《家族荣耀之继承者》嘅黄浩然，我系有份演出《家族荣耀之继承者》嘅艾威，啲精华片段系咪好正呢？快啲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欢乐 APM channel， 收看更多 TVB 嘅内容啦！